姑苏古城，书香门第，俯拾皆是，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苏州籍的知识分子。今天来的在座的恐怕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的欣赏水平都是非常高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为您呢再献上一首西方古典作品《拿波里舞曲》，这是柴可夫斯基的舞剧《天鹅湖》中间的一段选曲。多少个黄昏，多少个夜晚，找寻这个方向，希望能够有一天来到这地方。希望就好像那神奇的飞行船，无忧无虑，尽情地向前航。希望就好像那轻快的飞行船，自由自在，尽情地翱翔。充满着希望在我心中激荡，也许在那南方有我的梦想。多少个黄昏，多少个夜晚，找寻这个方向，希望能够有一天来到这地方。希望就好像那神奇的飞行船，有无日尽情地向前行。希望就好像那轻快的飞行船，自由自在，尽情地翱翔。